今天我们将进行为期两天一夜的旅行。哇！我们邀请了三位嘉宾，你们将和他们两两搭档。为什么只有一位男神？这不还有三个呢吗？你这还没出发呢，就影响我旅游的心情。我们这就俩女生，你只能选一个。好难啊！我去找女嘉宾去。哦，顺着这个线去。这是谁的呢？走，开启我们的自驾之旅。久违了，和朋友们一起坐高铁。自助餐。洗脸。大师弟。什么事儿？啊！哎，都反了，欢迎走进我们中国探票第一村残口村。哇，这里好美哦！对，橙子真好吃。我们一代一代要重视我们的绿色发展，真正的端上了生态碗，吃上生态饭。奔跑吧，旅行！